做一个张山人下来，山头少标志性一个江都门，许多一个都抢去马祖听，抢去广大个老百姓听。哇，马日就算你无日来，你徛往门卡口个，你看会知影，许个感觉个咪生个，耶。是啊，前面个双刀出名啊，好怕搞不袂过。我大了啊，了跑跑啊，听到只。正当手无只挂麦克。哦。这种个双刀系张娇。无皮怪、好怪、水怪、干胆怪，这是魔怪汤，这里面有五六种眼病哦，然后他就捏塞子。我无好结怪啊，这都唔难听。哦，是啊。汕头啊，汕头，他给我带来了很多创作的一些灵感，因为在这边的话，我们有独特的方言，例如我们最近新出的一首歌《拍红包》。其实，在对于国语来讲，它是没有这个动词，没有这个动词。对，潮汕这边才会有这个拍昂包这个拍字，对，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东西做成音乐，希望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把潮汕的文化就是融入到我们的音乐里面。周五这个音乐呢，第二个音乐对我也很是非常之大。一开始慢慢去能推广开，开始也走向了民间的环境。其实南方之空呢，我好在唔同的环境，唔同的职业，但是我为什么会走到这呢？是因为这个地方叫做潮汕。山头这座城市对我来讲，我感觉呢，这是我来，这是个家。大部分都是情歌啊，流行歌。现在我们这帮人慢慢的把潮语的文化加入到嘻哈音乐里面。其实为什么会在这里演出啊？ One, two, three. 因为我觉得这里现在算是一个汕头很有标志性的一个建筑，就是老马宫的一个戏台，在这里演出是一个很棒的，而且也是我作为一个潮汕人的一种骄傲吧。以前一起玩音乐的音乐朋友都全部在这边聚集，那我觉得很好玩咯。然后就现在就期待所有来看的人都能够非常满足，非常开心。
当时我当后生咧，只做来唱歌就是属于啦。啊，那迄当时叫我高音听，到迄当时的年代吧，唱一调是五连。我唔介应该音速咧，我直麦可能就唱十进好就好。了，当时我唔应该去做上来唱唱，山头嘢经济发展起来吼，十来五啊，十五啊。其实我跟你那做一个，做一个音乐爱好者，做一个歌手啊，做来唱歌来唱。更多嘅是靠自己啊，自己自己。更多嘅是靠着。我一个舞台叫做徛在舞台上，那么其他的我唔清楚，所以我唔知道我发不管是我们在外面拼搏，或者是工作。每一年我们都会回来，因为这里有我们自己的文化，有我们自己的方言，有我们的家人朋友都在这里。这样的一个传统舞台上面去用新的音乐去跟它结合在一起，这么圆满成功，我觉得超棒的。潮汕人是最棒的，跟中国其他的城市用他们的方言在诠释着他们的故事，其实是一样的。我们也试着用我们的方式传承着我们的文化。一群后生囝，用做生活方式，用做生活文化，带来一个地方路，带来一个做传统的地方路。我们做到的名叫做“异曲同工”。继续用着山话，做自在好听，才能让有内容的歌分出喜欢的人听。